望周杰伦升格奶爸，个人魅力仍然不减，不仅音乐才华一流，更凭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》在日韩都拥有许多粉丝。日前他受邀录制中国综艺节目《最强大脑》，正巧南韩女团 TIARA 也是该节目嘉宾，几位小妮子一看见周董现身，立刻争相合照，其中主唱孝敏更兴奋上传和周杰伦的自拍，还用中文写下萌萌哒，让不少南韩网友好生羡慕。而周杰伦和六位娇小的团员站在一起拍照，虽然显得高人一等，但他拘谨的双手交叉，脸上又带着腼腆的笑容，让网友纷纷笑说，这不是周董，这是小公主又现身啦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整理报道。